香蕉哥哥，中午时间到了，我肚子好饿哦。啊，不如这样好了，让我来猜猜看啦、啊，你中午想吃什么？好啊，那我们待会数3、2、1，一起说、哦，预备，3、2、1，意大利面。哦，你太没默契了吧，我们。哎，说到这个默契啊，我知道有一对双胞胎有超好的默契哦，而且他们的才艺表演啊，是要靠超好默契才能表演的哦。真的吗？听起来很厉害哎。不如这样，我就带你去看看啊，什么叫做超好的默契。哎，可是我们中午还没吃哦。好啦，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我是太阳哥哥。今天的大明星是双胞胎姐妹令如和令仪，6岁的他们专长是画画和弹钢琴哦。令如是谁？我啊。那令仪是？我。哎呦，他比较有精神哎。对啊，但是你们两个长得一模一样哎，所以你们是双胞胎。你们喜欢做什么？娃娃机。我也是。他们都会说一样的话，好惊人哦。真的好可爱哦。除了玩玩具还喜欢做什么？画画。那我来问你们，你们今天要表演的是什么？爆米花。要爆米花给我们吃吗？那用什么东西给宝宝吃？我吃啊，宝宝。那用什么东西来表现出爆米花？弹琴，好可爱的说法。你们学弹琴琴弹多久了？8年。啊，你不是6岁？8个月。吓我一跳！我想说，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学了，吓我一跳。8个月啊，8个月不算久哎。就是八个月，大概是前面而已。但是你们，我刚刚听了一下，他们弹得蛮好的哎。那我们赶快来欣赏你们弹琴琴好不好？我今天要弹爆米花。你们常常练习吗？我问一下好了，你们这首歌一起练习多久？几天？几个礼拜？8天。8天。那我知道了，太阳哥哥也很喜欢弹钢琴哦，他可以加入你们吗？可以吗？可以吗？可是我们没有练习耶，我好紧张哦。你们没有练习，可以弹得完一首歌吗？要不要试试看？3、2。5、4、3，啊，5、4、3、2。接下来要挑战的是太如仪的连弹，就是这3位。太如仪，好，准备好了没？好了。好了。好了，注意听我的指挥哦。看那里。1、2、3、4，1、2、3、4。我第一次6手连弹哎，我好。那我可以加入你们吗？可以吗？我没有钢琴基础的人。那我们就麻烦香蕉哥哥到这里好了。好，我就到那边。然后你们一样弹收米米。收米米我也会耶。我小时候就是学到一首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几手连弹？1、2、3、4。4个人几只手？2个。啊？1、2、3、4。4个人6只手。没关系，那我们一起试试看好了。好，1、2、3、4。
四三二。什么有趣的主题呢？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画完线条后，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喽。红橙黄绿蓝靛紫，好多颜色，小朋友一起想想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
大一岁常常有吃不完的甜点，再多一岁天天收到祝福的卡片，再多几岁送爱心不管有多远，好想快点长大，生日快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蜡烛吹熄了，愿望飞上天，生日快快乐，祝我每天快乐，明天一早起床愿望全部都实现，生日快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蜡烛吹熄了，愿望飞上天，生日快快乐，祝我每天快乐，明天一早起床，明天一早起床，明天一早起 床，愿望全部都实现。生日快快乐，祝我每天快乐，明天一早起床愿望全部都实现了。悠悠们小学堂。 Hi, I'm Strawberry, 我是草莓姐姐。 I am Moon, 我是月亮姐姐。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呢？ Great,Let's sing ABC songs.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Bear, 熊。Mountain, 山。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就是说熊翻越了高山。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去看看他可以看的。感觉这只熊真的很喜欢爬山耶。他为了看到更棒更美丽的风景，所以就不断地往上爬哦。月亮姐姐，我跟草莓姐姐也都很喜欢爬山哦，因为爬山是很健康的运动。那小朋友，你们也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爬山的经验吗？哦，很好哎。那在山上你们会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美丽的小花，或者是正在飞舞的蝴蝶。没错，往下看还可以看到山下的房子都变得小小的。不知道还可以看到些什么，那我们就再来唱一次这首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这首歌很可爱，里面可以加一个小游戏哦。什么小游戏啊？等一下我们唱到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的时候，然后要停下来比一个动作，让大家猜猜看是什么。听起来就很有趣，那大家要发挥你们的想象力了。那我们来练习一下哦。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嘿，这个很简单，是花。换我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我知道是蝴蝶。那小朋友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玩哦。你们都学会了吗？那现在小朋友就要跟我们一起来唱歌玩游戏。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Moo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To see what he could see.
The bear went over the mountain to see what he could see。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看出来有哪些动物呢？有毛毛的牛，还有咯咯咯咯的马，最后还有可爱的小猪。这首歌大家都学会了吗？太好了，跟小朋友一起唱歌玩游戏最开心了，希望下次还可以再一起玩。下次见咯，拜拜。彩虹会出现在天空中，飞机也会出现在天空中，小朋友赶快动动脑想一想，还有什么会出现在天空中呢？哇，有时候爸爸跟我玩游戏，我也是会在天空中。哎，聪明的小朋友，你还想得到其他也会出现在天空中的东西吗？啦啦啦，唱一首歌，好心情来报道，穿上动物的袜子，跟着音乐去冒险。小宝贝，我用彩虹和你约定。
小朋友，看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觉得活力满满呢？告诉你们一个可以每天精神百倍的好方法哦，就是要早睡早起才会身体好。当然也要记得准时锁定悠悠点点名，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我是天竺鼠姐姐，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下订阅键，这样可以常常看得到我们哦。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的话，也可以看这里。